28岁 AB 和31岁杨幂同台，两人没有修图，你觉得谁胜出？近日，第三届中国电影新力量在杭州举行，圈内很多明星积极响应 ，AB 和杨幂再次同台。AB 直言，做演员的初心，想做一个被人尊重的演员。AB 会议上大谈演员的自我修养。28岁 AB 和31岁杨幂同台现身，杨幂一身黑衣黑裤，很低调。AB 穿了一件驼色毛衣，显得有些老气。作为娱乐圈中的当红女明星，杨幂和 AB 有很多共同点，两人都已经结婚生子，老公同样都是圈内一线男星，两人的话题从来没有断过。 AB 和杨幂的颜值大比拼，两人仅仅相差3岁，杨幂和 AB 的气质颜值不相上下，真的很难分胜负。 AB 还和杨幂撞衫了，杨幂穿出了女性的优雅知性， AB 却像一个少女青春，各有千秋的漂亮。杨幂和 Angelababy 都是圈内有名的人气明星，两人曾经都经历过